针对女性的口服避孕药已经上市近60年，男性科学避孕药物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。本周研究有了转机，据外媒报道，在3月25号的美国内分泌学会年会上，洛杉矶生物学研究所和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带去了一个惊喜，即男性口服避孕药物通过了安全性和耐受性测试。这种药物名为11β-MNTDC， 它的活性成分是一种改良的激素，能够显著抑制黄体生成素和促卵泡激素的水平，后者可抑制睾酮和精子的产生。据介绍，17临床试验在40名18岁至50岁健康男性身上展开，其中30人每天随餐服用药物，另外10人作为对照组，每天服用一次安慰剂。结果显示，服药男性体内2种激素水平都大大下降，而这一作用在停药后是可逆的。测试中，参与试验者部分出现轻度不良反应。研究所副所长克里斯蒂娜王称，目前试验还处在初期阶段，至少需要10年男性激素避孕药才会上市。有业内人士指出，男性避孕药不仅有助于减少意外怀孕和流产，更能让男性和女性平等地参与避孕。新京报动新闻报道。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